欧莱科方水清洗水处理器，低碳、清洁、环保，大自然的灵魂是我们的责任。方水洗衣清洗水处理器，方水洗衣清洗水处理器适用于家用洗衣领域，与洗衣机共同运行，经处理过的水来清洗衣物，具有杀菌、消毒、除污、净白、软化五大功能。通过活氧可控恒定技术，可控制活氧浓度为高、低、无三个档位，客户可根据衣物的材质、染色程度自助选择，将活氧融入水中，产生氢氧羟基、双氧水、单原子氧，利用其强氧化性来杀灭衣物中残留的霉菌、螨虫、藏虫等细菌微生物。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检测报告显示，使用方水洗衣清洗水处理器处理后的活氧水清洗衣物，杀菌率高达 99.6%， 具有超强去污力，能够除臭去异味，软化水质，更能够有效延长衣物寿命，保持衣物色泽，达到真正的环保无污染、超低能耗。活氧水更能有效杀灭霉菌、厌氧菌、真菌等，特别对内衣裤洗涤具有独特功效，为您的私密健康保驾护航。活氧水洗衣，开辟洗衣新时代，告别传统洗衣粉、洗衣液、化学洗涤剂带来的环境危害，真正实现无污染、零排放。清洗过衣物的水还可以用来浇花、养鱼等二次利用，低碳环保，绝对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为保护环境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方水洗衣清洗水处理器，给你看得见的洁净，更给你看不见的放心。方水厨房清洗水处理器，方水厨房清洗水处理器适用于家用厨房领域，通过活氧可控恒定技术形成活氧水，于创新中植入环保理念，轻松解决中国主流家庭的清洗所需。活氧水用于厨房中，不仅可以洗净藏在缝隙里的污垢，更能够有效去除农药残留。经广州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分析检测报告显示，方水厨房清洗水处理器处理后的活氧水去农药残留率高达 97.5%， 具有清洁、保鲜、杀菌、消毒、高科技等特点，由活氧水来清洗碗筷，能够代替消毒柜起到消毒作用，将需要消毒的锅碗瓢盆放入活氧水中浸泡15至20分钟，能够去除定量的油渍和污渍，杀灭碗筷上残留的细菌病毒。用活氧水浸泡过的蔬菜水果能够有效去除残留的农药，尤其对于肉类，更能够有效地去除表面的瘦肉精等有害物质，去除率能够高达95%以上，让您告别洗涤剂，让清洗更健康。方水厨房清洗水处理器不仅可用来清洗，由于产品本身配备了磁化作用，处理后的磁化水平时用来泡茶、冲牛奶、煮饭、烹饪，都能使消费者的口感更加细腻舒适。方水厨房清洗水处理器，众多惊喜，超凡洁净力，为爱的人多一份健康保障。方水浴室清洗水处理器，方水浴室清洗水处理器适用于家用洗浴领域，通过活氧可控恒定技术形成活氧水，处理后的水可用于人体沐浴和宠物清洗等。使用活氧水洗浴无需使用其他洗浴产品，即可有效去除化妆品残留物，达到深层洁净、活化肌肤的功效，让您的肌肤远离化学产品的污染，还您自然美肌。除此之外，活氧水还具有有效杀灭真菌的功效，经国家权威机构专业检测，活氧水的杀菌率高达 99.6%， 常用活氧水洗浴能够有效抑制脱发、去除头屑，具有杀灭真菌、防治脚气等功效。
缓解疲劳，预防疾病，杀灭真菌，进而改善身体亚健康状态，让您享受健康生活。方水浴室清洗水处理器，小细节让沐浴更清爽。